UDN Style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正兰。就是戒指跟耳环，但都戴很简单的。我们今天有穿两款不同的造型，那你自己平常是比较喜欢哪一种风格？刚刚第一个有让我想到，我觉得自己很像那个酒井婆子，你觉得自己是日本人的那个感觉，那个这个水袖的感觉，然后饰品的很嘻哈的这种状态。这一套应该比较像我平常的 style， 从小就是妈妈就告诉我我的幸运石可能是就蓝宝石，平常可能还会戴在这边，大家都以为我结婚或什么的，在那边比较舒服。专辑是告白，人生中最难忘的告白经验。小学三年级，这么小，自己打电话去问一个从日本转学来的一个小男生，我还记得他姓陈。然后打电话过去就问说，哎，那个陈叉叉，你要不要当我男朋友？结果有告白成功吗？有啊，纸上在那边打情骂俏，然后就只是那种分手也是一张纸条来说，我喜欢上谁谁谁了，我要跟你分手这种的，就是很小朋友似的，就很好笑。有一次，有男朋友就是送我一堆零食当情人节礼物，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就当下的反应就是有点难过，然后后来他跟我说，因为他觉得我每次吃东西的时候看起来都很开心，所以他就送我一堆零食。现在想想就会觉得他很可爱，就是很单纯的，很就是想要我开心的想法。